爹，你搁这干啥呢？我不是你干爹吗？啊，你认错人了是吧？啊，不是，看错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大爷。岁数都不对。哎呀，这么多爹呢？美女，你好，我是这个副导演啊，你长得挺漂亮，能不能到我们组里去？我们那是大制作的，基本上我们培养出很多明星，我感觉你有这个潜质。你多大了？过来，大哥，干啥呢你？泡妞呢。你咋没长心呢啊？兜里一分钱没有，你泡妞啊？长得太漂亮了，想办法挣钱，挣完钱以后啥漂亮妞，到时候你都会拥有的，看着没？群众演员都在那趴活呢，赶快就联系，快去，啊，快点，大哥，咱这次说给哪个电视剧招演员呢？现在哪个电视剧火，就说给哪个电视剧拍续集招群众演员，去吧。二楼来。那个这边的演员啊，我们这是《乡村爱情七》的剧组，马上就要开拍了。过来，干嘛老快去？《乡村爱情七》，辽台每周五都放，我要上湘西，本山老师、姜昆老师、老梁老师都在做评委，你上这喊着，一看就是骗子，换个别电视剧。喂，那个，对不起啊，刚才说错了，我们是潜伏二剧组马上就要拍戏了，希望这个朋友们踊跃报名啊！现在招群众演员一名，这个长得磕碜点的，越磕碜越好，赶紧。磕碜的干啥呀？有漂亮人为啥不找漂亮的？你漂亮的谁上咱这扯犊子了？哪喊招演员了？来了。对面的三老头。听到哪招演员呢？哪？这儿啊！我你们这是招啊？对，什么剧组啊？潜伏二。真假的？啥话呢？这老板搁这坐着呢。知道他是谁不？孙红雷亲生弟弟，他叫孙黄炮。炮哥，等你，别靠近我，这是明星家属，脾气不好。想上戏啊？想，做梦都想。交钱啊？还交钱呢？报名费吗？交多少钱呢？那得看你能演什么角色。那个老板，我什么都能演。呀，我怎么有备而来呀？我看啊，汉奸钩，汉奸丁，伤兵乙，土匪丙，还土豆丝呢。这个都是。丙丁乙卯的没演过甲了 A 啥的没整过，演过。这是大肩甲，那还有个点呢。没看着点，太监演过太监。整点声我听听来，试试戏。行，没问题。你上这会事来了？那太监是像那声吗？声太粗了，太监得是这种声音。你看，皇上口谕：有本早奏，无本退朝。皇上，时候不早了，您该翻牌子了。滚犊子！不是大哥，他这嗓子太粗了，演不了。你回去吧。不行了。咋的？要问你，说这话。还挺会来事儿。能演他。这个太监也有真的假的，生粗点没事。你看他长得就活活一个太监。咱这个戏。是潜伏二，不招太监，招的是叛徒。
禁不住敌人严刑拷打的叛徒，你能扔吗？拿。帽帽咱打的这个形象还行，这都打的 OK， 给他绑上试试戏。好嘞，这真来啊？那必须的嘛，演戏。嗯，来，哟，别动，轻点，大哥。来，副导演试戏。副导演，副导演，快点！你是副导演，你喊谁呢？你啊啊！对对对。不是你这一天老换身份，我都忘了我。真打呀？废话，不真打你眼睛能真实吗？等一下，老大哥，等一下，还没开机呢。你行了，还呀，开机，预备，开始。说，刚才跟谁接头去了？我没接头，没接头，手串哪去了？啊，周天你都找不到庙门，大小王你都看不出来，手串你给他有用吗？啊，他好使吗？他呀，完蛋的玩意儿。老板，我要你演的叛徒不是乡村爱情的赵四儿。不是，老板，你误会了，进一步说话，进一步。啊！我没打你，你喊啥呀？踩我脚了。说，那个。我吧，手上有个戒指，你要让我上那戏呢，戒指就归您了。嘴硬，嘴咋这么硬呢？这么硬的嘴，铁钳子给我拿出来，来点酷刑，把他手指甲都给我薅掉，要不然他不说跟谁接头了。不，你可别，我好，你好，我好，真好。你干啥呢？我说好手指甲，我给你个特写。试戏主要看演员的面部表情，上前面试试，哥照。不是，你戒指长肉里头了。好，演的不错呀，表情昏了。哥们儿，醒醒，戏过了，醒，戏演的不错，这戏演的不错，这就过了，过了，晋级了，真的，真过了，过了，那个咱把这个费用算下来啊，报名费、试镜费、水费、电费、打费，一共1800，这太多了，没带那些呀、啊，没事，你把你这些衣服啊、服装啊都压着我公司，回家取钱呢，然后回来取，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我的公司，对了，这公司开在哪儿啊？还没租房子呢。你这戏啥时候拍呀？来年7月15。两位大哥，你俩这日子选的可不错呀。鬼节吗？咱这个战线拉的稍微长了一点。我这呀有一部戏，马上就开拍，现在就开机，你们俩当男主角行不行？啥戏？叫《骗子落网记》。跟我走吧，我是警察。警察证，道具，怪道具的道具。我替我也难演男一号。走。好，谢谢三位啊，讲述了一个剧组招聘演员的故事。三位评审有何感想？梁宏达老师，我曾经做过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是看到好多群众演员。
在招聘过程当中上当受骗的事儿，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社会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那么我倒觉得这个小品的主题啊，应该对那些想当群众演员而且梦想着一个晚上我就能出名的这样人有一定启迪作用。因为天上不会凭空给你倒馅饼，你得一点点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赵博在这个里边扮演的这个角色比较到位的，就是你等于配合